什么叫亲门踏户？其实呢，看到这个新闻呢，中国已故的海军上将有一个人会掉眼泪，这个叫刘华清。刘华清呢，就是主张呢，中国要发展航母的，要从呢近海的海军变成是远洋的海军。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，两个很重要的指标，一个叫郑和号。郑和号呢，执行维和行动，跑到索马里亚。对老共来讲不得了啊，好远啊！航行的轨迹就像当年郑和下西洋，接下来就是辽宁号嘛。辽宁号怎么穿透呢？第一岛链很简单，宫古海峡嘛。所以呢，台湾呢跟日本呢正在呢合作研拟呢这个陆基的反舰飞弹，日本叫884跟924啦、台湾有这些新的天扣的互为犄角，因为那叫航母孔道，下面的巴士海峡叫做潜艇孔道了、所以说它是从那里钻出来，研判应该是宫古海峡，因为它的母港东海舰队嘛是在呢宁波这个港口、所以就近出来就东海穿过了宫古海峡、可是呢这个意思是什么？精神念力大过于实质意义。因为这什么意思啊？航空母舰不是只有船坚炮利，航空母舰比的是甲板管理。对，简单讲，美军有办法一分钟起降两到三架，因为电磁弹射嘛。还有呢，是复杂的这个塔台的管理，只有美式企业才不要做到这样的排列组合啦。共军这个特大号的靶舰，他认为说你当然不会，又不是在开战，可是耀武扬威的精神式的嘛。而且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新闻，可以转移什么？中国疫情大爆发嘛，现在中国开放边境。让他们的人可以出国观光，让全世界可以去中国观光，然后呢转移疫情，那告诉大家说，哎，我们很厉害，我们有办法呢穿透呢日本跟台湾的第一岛链，其实那也是你航行的自由啦，只要不是他会说我是无害通过，可是呢到关岛，大家知道第二岛链的枢纽就是关岛嘛，美国那时候重返亚洲最主要的关键，你总不能只有第一岛链，推到第三岛链就是太平洋总舰队的总部珍珠港，那是夏威夷，你总是要有一个战略纵深，所以有关岛，关岛有安德森空军基地，关岛有潜水艇基地，关岛正在修码头，可以容纳呢两栖突击舰，所以呢这叫什么？我说精神式的，我不好意思，意思说叉叉式的哈，那个会被消音，而且本节目是 live 的，没办法消音。所以这个呢，政治上的、还有精神上的、还有意志上的，大过于实质上的。因为美国一样有航母杀手，美国绝对有能力的猎杀，不是红色十月猎杀辽宁号。所以呢，他要办054，你看这一次没有到055了，054，还有呢啊，有055，对不起，无锡号。还有呢，这些这就是一个航母的编队嘛，你航母不可能自己开出去，要是要简单讲是一个小型的战斗群啊，这是辽宁号亲门踏户，剑指啊关岛，给美国看，其实我是有能力把船开出来的，请记得我所说的、我是有能力把航母开出来，但你没有实战那是另一回事。最后刚才于将军帮我画那么多的轨迹，如果日本啊要公布的话、我也有一大堆轨迹啊，日本可能比我们还复杂，海警船要通过海事法，对，简单来讲呢，就派这一种呢介于军跟呢海上这个警察之间的这种呢海事船，干嘛呢？到钓鱼台附近，29号为止已达330次，创史上新高，去年332，你看是故意的、每年增加一次，对，332到333到334，刚好破千，这要让日本了解是呢，我东海虽然已经有辽宁号的东海舰队结合东海战区，但关键的地方是什么？我都已经通过海事法了，我可以把这样的行为呢予以合法化，什么意思呢？我做这些挑衅的动作是捍卫我的渔权，捍卫我的主权，所以说你可以发现呢，在这些记录之中，你看其中一项，12月25号圣诞节入侵时间长达72小时45分，创下最长记录。所以呢，刚好这些新闻告诉大家什么事情？这两天新闻的重点就是呢，兵役法的延长，自己的国家自己就名气可用。国防部端出的菜单虽然不能完全让于将军满意，但是呢，没有100分，也有80分。好，那个我想提醒一下中国海军哈，我们从台东或兰屿开一艘20尺的游艇也可以开到关岛，开到关岛是一回事，能不能打仗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好，非常感谢曾番茄
斗内1690元啊，非常感谢。那我们咖啡可以喝到明年，哎，不是1450吗？涨价了吗？啊，调薪，基本工资调升了，是不是？哦，不错不错啊。那五毛也要跟进，五毛要变八毛了哈。不过听说没有，好像变三毛了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看，人会比较少。哦，他们现在人会比较少啊，对对对，因为都确诊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，正在忙。哎，可是如果都确诊的话，那五毛就可以领一块了，因为有你要负担两个人的工作。可是国家的财政正在崩溃当中。哦，好吧，随便你们，不关我的事啊。